紫斑蝶翩翩飞舞，大军过境，趁着天气放晴，赶路抢飞，仿佛急行军，有如紫色超跑，冲冲冲！看那军姐呀！哎，你们是紫色的。配合紫斑蝶清移路线，保育协会在现场办导览解说，不少家长趁机带着孩子近距离观察。紫斑蝶它很喜欢在天气不好前会做一个迁移的动作，像阴天的这紫斑蝶它就开始变数量就很急剧的下降。每年清明节前夕，紫斑蝶结束在高雄市茂林的壁冬，逐渐往北迁徙。国道三号林内乡出口涵洞附近是北返必经之地，为了保护蝶群交客，高工局架设长1100公尺、高4公尺的防护网，如果每分钟蝶量达到250只时，封闭国道三号北上251公里到253公里的外侧车道，形成国道浪蝶道。那我们也提醒用路人啊，如果说像这样的量，可能在清明节都还有机会会遇到。那尤其清明年假的车流量会比较多，也请注意行车。保育协会出动3组人分区段观测，计算10分钟蝶群数量，进行平均。统计出上个月26号每分钟高达1088只，是今年第一次高峰，而31号每分钟也有756只，今年第二高量。预估清明节前能有一波高峰。民视新闻蔡松林云林报道。